试着为你的房间营造家的感觉，这通常意味着扔掉旧东西，换上新东西。哎呦，啊，怎么没法挂在螺丝上啊？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哦，我知道，能借我下叉子吗？我会还给你的，不用担心。只需把叉子固定在螺丝上即可，把图片向下滑动到把手上。叉子真多功能呢，这个家居修理小秘诀超赞的。这新的闹钟好棒哦，我再也不会迟到了。哦，那这个钟呢？不再需要它了，换掉你。我最好把它拧下来。啊，真卡在里面了呢。我家里肯定有些实用的工具。我就说嘛，这把锤子能把螺丝取出来，对吧？来看看。天哪！弄得满墙都是痕迹，早知道就不动它了。下次你尝试拧出螺丝时，最好多加一个步骤。有我能用的东西吗？也许这海绵可能是个好的缓冲工具，让我们再试一次。若你不想在墙上留下痕迹，能把海绵放在钉子或螺丝下方，这样金属永远不会碰到墙壁。哦，这个装饰选得很好哦 ，Lily。危机解除。啊！啊，这螺丝真的好紧啊！哇哦，我的东西！为何这东西会在地板上？抱歉，真谢谢你哦 ，Kevin。我眼睛坏掉了吗？怎么了？你知道这些有多贵吗？我毁了你一天的好心情是吧？但是也许我能修好它们。让我看看，这个完全不合适。看来我还是没办法帮上忙呢。哦，我想知道这回形针能解决问题吗？大小刚好合适对吧？首先拉直夹子的一端，用锤子把另一端敲平坦，现在你就能把它当作微型螺丝刀了。放好螺丝后，用新的小工具把它拧紧。我觉得行了，来试试吧。好的，比以前更贴合了呢。很聪明哎 ，Kevin。终于能休息下了。Hey, Kevin， 你能在帮我下课前把它挂起来吗？没问题，老师。一定要把它挂在正确的位置上哦。Hey, Kevin， 清楚了吗？员工会议要迟到了。什么？我没听到他说的话。他想我挂在哪堵墙上来着？我随便挂在这里好了。首先，我要把钉子钉在墙上，应该很容易吧？确保有固定好。现在挂上它，看起来还不错。Lily， 嘿、hey, ，Lily， 这边。什么？不，应该挂在那边啦。哦。在老师回来之前，我必须把它挂回去。出来吧，钉子。这个孔不明显吧？糟糕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谢谢你 ，Lily。这支粉笔说不定能帮上忙哦。它和墙壁的颜色一样，所以才能把孔填上，没人会注意到的。
我真是个天才。但是我工作还没完成。莉莉，这样好了吗？看着不错哦 ，Kevin。奖励你额外的2分课外分。星期六就是要用来玩才对啦。看这个小家伙。嘿，为何停下来了？拜托。看来游戏时间结束了呢。也许只需换电池了吧。只需把它打开。剩螺丝了吗？莉莉，有螺丝刀借我吗？ OK。他总是借我的工具呢。希望这个 OK。你要的是这个吗？电池来了。这个太小了。没法卡在凹槽上。看来我需要换个不同尺寸。对不起啦，小家伙。Lily 还有哪些工具能用呢？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该选什么。我真想玩小汽车呢。嗯，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行啦？若我能让它变得更大就好了。嘿，Lily。能借我看看那根绿色橡皮筋吗？但是我才编了辫子哎，我对此很不开心哦。来开始吧。要使用这个小秘诀，你需把橡皮筋套在螺丝头上，它会填满整个空隙，以便螺丝起子能握住它。看到了吗？成功了。移动橡皮筋，然后用手指把它拉出来。芝麻开门。拜拜啦！现在我能继续玩了，还给你，莉莉，谢谢你慷慨解囊哦。现在我又能开小汽车了。希望我为派对准备了足够的点心，气球已有了，赞。Kevin， 你来了，我拿了礼物哦。哦，你真好 ，Kevin。你总给我最好的东西，连包装都好可爱哦，好期待哦。哦，这画也太可爱了吧！太谢谢你了。我该把它放在那边吗？必须先找到我的工具才行。找到了。我马上就来挂上它。来吧，我觉得这锤子不合适哎。其实行哦，让我来。谢谢 Kevin。好的，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，我必须成功。准备把画挂上去了。来吧。不好了，挂不上去，拜托，拜托啦！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抱歉了 ，Lily。等等，把那个铁还给我。看来你有什么主意了呢？来，我已经能感受到它的魔力了。若你的画布没有孔或锁扣的话，可以把汽水环固定在它上面。像这样拧紧它，现在应该就可以挂在钉子上了。看起来很平整呢，正好赶上派对开始。那你能再帮我多挂一些东西吗？愿意为你效劳，莉莉。我家看这肯定会超漂亮的。哦 ，Kevin， 再向右移一点。喜欢学习新的家具小秘诀吗？不要贪婪，把你学到的新知识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！记得一定要订阅 One Two Three Go 的 YouTube 频道哦，还有更多类似的精彩影片等着你呢。